树亦静，而风不止，使欲扬而亲不待。人生一晃就过去了，不要等到父母亲离开了，再大的忏悔都来不及。孝顺行善，绝对不能等。山不必悬崖。
的一目了然。积善可得福，积德可增寿，不孝父母百神仙都是白忙，要戒行修善。